Hello， 我是小叮当。这项胶带是一个小可爱推荐给我的，据他所说完全没有缺点，超级好起球，超级好拉丝，价格嘛还算可以。先来看看胶带咋样，一共是五个颜色，紫色、橙色、粉色、黄色、绿色，每一卷胶带都配有一个同色系的小珠子，这个珠子看起来有点好看哦，还有细闪的效果，试一下能不能徒手起丝，好像不太行，但是把球球粘了双面胶以后一点就真的超好用，而且越粘我越发现这次的五卷胶带跟之前我在饰品店买的那两个特别像，可能他们就是同一种吧。哦，对了，这个胶带是完全不需要双面胶的，也是可以徒手起丝，只是要换一个方式，这样不就很顺利的卷起来啦？就是吧，前面四个都是马卡龙色系，这个橙色的明显是有一点透明状，不过颜色也是很好看的。好啦，最后跟你们说下价格，这五卷胶带我花了16.1元，10分满分的话，你们能给它打几分呀？